我买了这个，噠噠，牛排，这个是乐颜沙嘛，等等等，然后买了蔬菜，把那些加过来，蔬菜，等一下先煎这个，蔬菜有玉米笋，哦，野菜一点点，然后还有先洗洗。牛排来了，我先把它擦干一点，先把它血水。加一点这个盐吧，稍微一点点就好了，然后再加这个回家。加了盐了，所以等一下就不用。哦，好好腌制一下，大概两三分钟。先准备奶油，然后还有大蒜。奶油已经香喷喷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把刚刚的牛肉倒下去。煎完两面之后呢，相当的美丽。之后可以开始煎配菜，就刚刚那个小鸡。煎蔬菜，煎它，很好吃耶，蒜很棒，再加地瓜，牛肉，很好吃，成功，喜欢了。